像你的名字本来不是 Casey 下课了。 谁啊？在。王雅儿啊。王雅儿？对，没错。最近刚成立的台大师大联合英语会计社，我是社长，他是副社长哦。他没有男朋友哦。当然也没有女朋友了。靠腰，后面那句话不用加了。嘿嘿。哎，觉得他怎么样？人很好啊。废话，他曾经是我深爱的女人哎。怎么会不好？ 既然人好，你又很爱，为什么不再去找他？他现在应该恨透我了。你觉得他很好的话，就追他。我有事先走了。 没戏也已经戏啦，反正黄雅儿变人气啦，你应该死心了吧？什么？听说君培今天要跟他告白，哎，他们感情那么好，我觉得应该有成功。还是别去怼啦。他们会在哪里？他就在台大旁边新盖英式公园啊，你要干嘛啦？ 好了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想让你听一段音乐。 我已经忘记我们上一次真诚地面对彼此是什么时候了。我发现我是一个笨的人，那时候我花了很多的力气跟时间来说服别人，说服我自己，你对我而言并没有比较特别，你只是我普通的朋友而已。 直到我真正失去你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你是多么重要。
但是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还记得话剧比赛里面的台词吗？ It is my guilt that kept me from looking for you. I couldn't take the risk of breaking your heart again. After all, what I want most is not you, it's that you live happily.最后我说 I will find you and we will be together again. 唉，真可惜，我在现实里说不出这句话。哎，君佩啊，哎，你不觉得他们两个没有在一起还挺可惜的？对啊，其实是有点可惜，那你觉得呢？哎，可以。